绝对这场子活跃起来。欢迎两人，闪亮登场。谢谢大伙儿。今天啊，也是我个人啊有点犯病。哎，对，尝试。哎，是。嗓子呀有点不痛快。啊，怎么这么的？就是因为啊，老弄这老流鼻涕啊，后来就导致嗓子有点吃咸了那种。掰着吧。所以就嘱咐今天投了演员卖点力气，哎，时间先长一点。是，你看眼看着就该结束了。买的好烂啊，我就能休息休息。哎，但是没成想，嗯，今天他们的都是严重的超时。是，但反正我们这后台一般有一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超时呢就是不给钱呗。咱俩云吧，是吧？但是你说不能那么不仗义啊，那就指着吃呢。哎，后台哥几个人几个天天指着这个不容易，你说你不给人钱，哎，不合适。对，今儿就算。哎，这我这人就这么仗义啊，还真是。但是说重要演出的时候啊，嗯，管制一下。哎，那肯定。比如说马上我们这封箱演出了，哎，1月14号封箱演出，嗯，严格限制时长，那肯定。超时就不给钱。哎，为什么封箱演出这么控制呢？对，因为封箱那场啊给的多。哎，那严格管理吧，那是。哎，然后后来他们也有辙啊。那方刚不是给了多超时不给钱吗？啊，对。我们上次我们说两句话，鞠躬下了不就完了？那么鸡贼啊！哎，但是这个我们这都是跟国家学的啊。啊，怎么着？国家学的啊，就是你，比如高速公路上吧，啊，你超速是罚钱。对呀，啊，你速度不够也罚钱。哎，对吧？这叫那个低速超速。就是。哎，他一般高速公路上限120，下限80，都这，你低于80也罚你钱。是。那我也准备按照这么来设定。好啊。是吧？你不能让他上说两句话，鞠躬就下去。对，观众。所以我就规定啊，嗯，这个专场除了我们俩，其他演员啊，哎，演出时间底线是20分钟，二不能低。哎，对，哎，上限呢是20分钟零10秒。就快剩咱俩干了吧。您那也黑黑的，这10秒钟的有规则就好办。哎，我都画出道来了。哎，是不是？哎，说我们也是一个很民主的地方嘛。哎，这主意提出来了呢，嗯，就不投票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是我同意。我这个病，哎，是挺好。就是我就作为这个班社负责人。哎，好，我负责。你作为演出人员代表，可以啊，咱俩把这事儿就办了。是吧？他也敢反对的。是吧？对，哎，就我就属于我就是主执政的了。哎，对，就是属于人大代表了。哎，您快去吧，这咱们一合手啊。哎，是我凑个协商嘛，我还是。咱们这都上平下效啊。是。这个您就说演员其实上台演出很卖力气，对，但是一般来讲台上就说个笑话。对啊，是这样啊，就说个笑，没有什么真事。对，刚才呢当真听，所以我不定则不行了。哎，是是是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是是是，不是？嗯，而且这不一定说演员台上说的都是假的吗？哎，对，也不一定事儿啊。你看刚才徐翔班长说的那个，嗯，李深养宠物，这都是真的。对，他喜欢。当初李深买乌龟这事儿真的。是是是。哎，拿出乌龟，人要8000嘛。嗯，这东西值不值？嗯，值不值？他拿一龟粮逗逗吧。啊，拿龟粮一逗，这乌龟把这个。乌龟的这个头啊，伸出来这么一咬，这一看，嗯，值。有不算的啊！不是你不明白，就跟你买狗似的，嗯，肩膀跟屁股这条线得直的呀。啊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啊，对。所以乌龟的这个头，它伸出来，你得看它是直。这就能买哦，包括不光说野生养宠物，嗯，小丁他们家也养，哇，也养，养过小狗，哎呦，养过小狗，特别特别可爱，是个狗就跟他那儿算藏獒吧，小博美，这个就别养，小博美，哎呦，能算藏獒，你们真够逗，俩人打一平手，哎，对，跟小丁那博美怎么也是阿拉斯加呀。哎，对吧？你再大点，你要是西施就藏獒了，藏毛獒，白獒，白獒。
养眼小白博美，哎，小狗特别可爱，嗯，刚拿家具就这么一小点，哎，是，长着长着就小小兵那会儿写日记呢，啊，小时候写着、今天我长了多少，小狗长了多少，哎，后来我不长了，小狗还长了，我跟小孩种小树苗一样。前面一个小狗特别好玩，从小就训，哎，后来说训什么呢？训什么？首先养狗，您知道训这狗啊，不能跟家里拉屎，哎，对，脏，哎，溜出去拉屎，对对对，还训这狗怎么玩，哎，怎么玩？哎，一般说就坐下握手，这是普通的，哎，对，训这狗会打滚儿，哦，就有意思了，这好玩啊！你那么一个咔一打滚儿，嗯，小杰是问我训狗怎么训，你先得训它出去拉屎去，哎，对，然后训它打滚儿，嗯，过了一个月真不错，是吧？训出来跟我报喜呢，哎呀！我跟你说，我那狗我可训出来了，是吧？现在会跟外头拉屎，还会打滚，好啊，那不错呀。不错什么呀？现在我就弄弄怎么把它后背那屎给清干净。不打滚不拉是吗？打着滚拉屎，怎么训出来的？这能耐大了去了，怕什么呀？好家伙，一般人想训你训不出来，狗都不乐意。我心里有算计，对他打一会儿使不上劲了，算行为艺术啊，是吧？你说这个，你说行为艺术，前阵子有人七九八楼顶上有那个炮图啊，对对，这咱都是就是一男一女什么都不穿干那个事儿，哎呦，在那个楼顶上，一般不明白什么意思啊，意思说这多无耻啊，真是多无耻，怎么大庭广众干这种事儿，无耻啊，下流啊，对呀，对这个无耻，人家说对了啊，搞行为艺术家说您无耻只说了一半哦，一半无耻是对，嗯，但是我这个那么高楼上您这没猜着，那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这是高干无耻。这艺术家说的不是我说的，高干的，高干无耻，哎呀，这是咱说这意思，嗯，这演员其实好玩的事儿特别多，是吧？包括养个宠物啊，嗯，包括那谁孙志亮，哦，孙志亮他们家也养过那宠物，养宠物好玩，也是养小狗啊，哦，是，但是不是什么名狗了啊，这中华田园犬啊，就是咱们俗称的叫串儿，混血呀，这怎么啊？不，你别朝这儿，真的，你就是人类看海绵宝宝。人类看切糕看出来了，但是脸上痦子点了，要么枣的，人类袁隆平都看不出来，哎，但凡流点鼻涕是白痰的，要是鼻涕不用那小豆子，您没少往嘴里划了吧？但我怎么会吃咸了呢？嗓子不听劲吗？是吧？你知道吗？虽然小亮子，哎，对对对，那亮子养家俩小狗，一窝出来啊，哦，哎，这俩小狗漂亮，而且关键不光说是漂亮，嗯，这个一边大啊，哦，这狗怎么长，那狗怎么长？哎，一般说有养过狗两条以上，你知道俩狗抢食儿？对呀，啊，这俩不是，是吧？均摊啊，均摊。哎，按照西方人的这个生活方式，好家伙，俩人均摊制。哎呦，均摊制，哎，干嘛都 AA 这俩狗，哎，就这么吃。嘿，俩狗一边高一边大，太难得了。长得又一窝出来的，嗯，耳朵怎么尖它怎么尖，鼻子怎么翘它怎么翘，哎，这俩狗可就分不出来了，啊，寸死。怎么弄啊？这那真是，是不是？这个怎么分一下？我打电话想办法。我打电话问我，嗯，哎呦，说那个自建，我那俩狗啊，嗯，我分不出来，可苦恼了啊！怎么能给他们俩分出来呢？出主意。我说这好弄啊！啊，你要是想简单的啊，啊，给一个狗梳一小辫，哎，这好办，对不对？那不就完了吗？是不行，我那是熏罗串的狗。啊，没有毛，有吗？熏罗种的狗，这麻烦了。我说这还是猫狗串，哎，是是，不好弄。嗯，但怎么弄呢？怎么办？哎，你这样，嗯，实不行你就想一辙吧。什么辙呀？你出去买那个特别精确的那种尺子去。尺子？特别精确的尺子。干嘛使？哎，量这狗，嗯，没有，世界上都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鸡蛋。啊，对，这是肯定。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。是的，矿夫狗。你怎么不要身上行不行？对不对？嗯，矿夫狗呢？嗯，咱们你就量，不是这个尾巴比那个长两毫米啊，
就是这个屁股比那个高三毫米，太精确，肯定不一样。好家伙，是不是？哎、量的真听话，花不少钱买那精确的量测量工具去了、嗯。买回来回家量这个，终于量明白了，是吗？给我打电话，啊、哎呦，子健，我可量明白了，我这个、啊、我终于分得出来。怎么分？不是你怎么分的呢？啊、就是这黑狗比白狗高一点儿。这个智力，就是跟咱们上班搭档，对对对，玩下围棋的。哎，咱说这意思吧，啊，就是怎么说？说到王长宝了，哎，好，有王先生，咱们正好想起事儿。哎，实际上是两场这个专场演出，对对对，一场是丁志恒、张硕，对，包公炸五蛋，哎，好、哎。一场演出在这个青兰大厦，对对对，就在石条桥那块，对对对，青兰大厦怎么可乐呢？海青兰大厦，哎、海青兰大厦，哎，在那，你别人找不着怎么办？哎、这人不起名找不着怎么办？哎，露西露西的，就是青兰大厦，哎对，哎，路南人都知道路南，西边桥西边路南，就是东子石条桥的西南角，哎，就是这个。南新仓大厦，哎，对，南新仓大厦跟青兰大厦不有什么关系吗？不是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南新仓大厦再奔西就是青兰大厦，对，有这个停车位，哎，对，我们会想办法帮大家解决一个免费停车的问题，哎，对，就在门口卖票，嗯，票也不贵，哎，哎，这个是插播这么一个小段啊，哎，小段，这就算一段了，对吧？哎，这个。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我们那专场演出，哎对，封箱，封箱，哥俩专场演出，嗯，哎这叫什么？王爷吃蟹膏，真的，怎么就切糕了这个？你又还得切糕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不是切糕，哎，王爷吃馕，真的多，来民族专场。前面了吧？什么照顾什么钱？对吧？反正您看那张刘学仁丢钱包，就是。来来来来来，别说这儿，咱俩专场演出。我们俩专场演出。哎，帅帅哥与薛高。来我们俩是我们第二班今年的这个封箱演出，哎，封箱有这个大礼，为什么说王长宝想起来了、啊、大礼准是肘子，哎，哥们儿亲手做的肘子，实话我尝过十个，好吃，十个肘子，哎，因为专场一共930个人，对，930个人10个，平均93个人一个，我哪摇号了呢？可能也不够吃啊，肯定的，肯定不够吃，但是那就给幸运儿吃了，哎，对对，谁抽着谁吃，哎，但是后来就发现订完。这回就是发现一个重大的漏洞，什么漏洞啊？回民怎么办？回民，保不齐有过着的。咱们不能阻止人家，回民也喜欢传统相声。对呀、啊，这本怎么办？我决定了啊，嗯、再炖2块大个的酱牛肉。哇，肘子多沉，这牛肉多沉。肘子弄完之后，里头还一骨头占分量。对呀、啊，这买的时候生的，我多少生猪肉，多少生牛肉。哎，哎，这可能你抽抽这牛肉，还比这个。抽着肘子吃的肉还多，这实惠，是不是？这算是保少数民族保护政策。哎，好啊，这个，对不对？哎，上行下效，我们都是跟国际学的嘛。哎，对，哎，这东西就是照顾上面，而且您别担心我们差异化对待。对，那不可能，不会，不会说你肘子好吃，那酱料不好吃。哎，不可能，我一个锅炖出来。牛街那儿过，缺心眼儿吧你？不区别对待是吗？什么叫不区别对待？有搁一锅里炖的，不是，是用一个锅炖完肘子刷了，哎呀，哎，搁进牛肉炖牛肉，哎呀，说清楚，哎，放肘子汤。不是，就是说跟炖肘子用一样的佐料啊，对对，哎，风味不同。因为我们家没有别的锅，哎呀，是吧？就那么一个锅，红掉底儿了，哎，干嘛都用它，哎呀，干嘛都用它，晚上搁床边儿，哎呀，太香了，哎呀，那炖出那肘子，哎呀，那才好吃，哎是，哎，说来防痛啊，哎。说这意思，哎、说这意思，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多支持，哎，尤其小丁张硕他们俩，哎，多头一回开专场，嗯，92年的孩子，要说这个可这全中国，不敢说全北京吧，啊，90后的俩小孩开专场，
头一高，真是哎，各位多帮忙，一会儿出门旁边那个你们领票那地儿啊，就能买这票。是是是，你们要不买呢，嗯，我就不说了，哎，好吧，不说他干嘛？对不对？你们不买，我鞠躬我就走。哎呀，对对，希望大家多帮忙，小孩不容易，多帮。哎，电竞的专场啊，我们也是这个领导班做这么一研究啊。哎，又来了领导班。所以说专场啊，给演员多拿点钱啊，那肯定。谁办专场多给谁点钱？是啊，是吧？小金张硕两个人呢。给他们40%，哎呦，是吧？就是这票不管多少钱啊，哎，给40%的票务销售额，哎，挺好，哎，然后背着销售额，俩人才起劲的干的，关键是哎，让他们卖票去，哎，是吧？一人少呗，是吧？卖票少呗，省着，哎，一人40%，我就负责20%就行，哎，哎，卖，反正各位多帮忙，哎，是多帮忙。说这俩小孩，嗯，也先不说他们俩，哎，好，我们有一事儿，我乐开了，有什么事儿呢？周思浩。啊，周思浩，啊，周思浩又换人了。前阵子得一儿子，各位知道这事儿吗？哎，是是是，哎，当爹了，哎哎，这个，这地儿别下大茬儿去，不易中的那个，哎，就是有儿子了，听话的，这周思浩这儿子啊，长得跟他一点都不像，四方大脸跟切糕似的。说什么？您当好话听？您不行，我能当好话听？你琢磨，你那边想想，我这个就是他那儿子特别可爱哦，哎，跟切糕似的，好玩极了。哎，这周思浩也是，其实周思浩住的那是中关村那边，哎，远。平时以后就是打算计划要这孩子之前，嗯，都得有点保护措施，是吧？啊，对，两口都得老去楼下有一个屈臣氏哦，干嘛去？上那儿买去，就那个啊，明白，一身老长那个，是吧？哎哎哎，不错啊，上那儿买去，嗯，给人都认识他了啊，用得快，对呀，啊，是吧？您哇，精瘦精瘦的，淘换出来的，运用得快，人都认识他，知道他，哎，知道他，哎，完了，那有了孩子了呢。那要孩子那会儿就不买去了，对，啊，老唐人也没许。嗯，屈臣氏这几个服务员就琢磨，嗯，哎，你说那瘦子跟牙签那孙怎么不来了呢？啊，哦，那咱们特意给他进的这超小号的，对，卖不出去呀，啊，他不来，你这怎么弄啊？这个是，好家伙，那天周四号啊，有了儿子之后，生完孩子说惦记就是去给孩子买东西。哎，对，上面用品是，哎，买婴儿用品的，一进去，嗯，哎，这几人看见了，哎呦，先生，您那套就跟那上搁着呢。哎呦，您琢磨这里头这些买东西，一看周四号瘦成那样啊，那服务员一说这话，啪，啊，就全乐了。哎呀，乐的山梦比你乐的欢多，给周四号臊的呀，没这大红脸。是是，这个不理他们了，哎，自己该买什么买什么去了。过去买完了拿过来结账，这么一结账，哗，这帮人连服务员在买东西，看着买的东西全都乐。不是买的什么呀？连给孩子买奶嘴啊？啊，以为换家后了。下回就换个劲儿。我乐了。太可乐，买奶嘴儿去了。哎，人家一误会，哈哈都乐。哎呀，这是演员有这么些个事儿。哎，包括其实平时老先生，包括师傅马奇啊，马先生，就是大家可能也见着他也那么长时间了。对，尤其听的时间长了，认识他好几年了。嗯，一句整话没听见过，是吧？没听清。高人妙语啊，哎呦，贵人语化池啊，什么叫无字天书？拿过来你就看得懂，那还是了不起的东西吗？是吗？那上能写着绝密武功吗？哎呦呵，对不对？我师父这个语言，他听不懂，真听不懂。但是，好家伙，就是那年吧，就是他这个还真是算特色，什么特色？申请那个非遗还申请下来了，这算什么非遗？是西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哎，就这个，完了那回还给他送到国家大剧院演出去啊，就是那个中非论坛那会儿，中非论坛，哎，他们以为老黑听得懂，接待外宾，哎呀，没酋长，就这帮非洲人真不含糊啊，是吧？一听我师傅这声，一人拿一部人旁边跳上我了。当酋长太可乐了，这是后台老
老先生，您别在意啊，今天可能听不见整段的相声。那是因为时间过流失太少了，对，太少了。这是后来老先生好玩的事特别多，是，就是你像我师傅马奇，还有我们齐满意先生，马奇先生，王长表，王长宝先生。王长宝先生，这都是老先生。对，像我们平时年轻人经常一块出去唱个歌啊，蹦个迪啊，吃个饭呢、哎，对，就经常也不叫他们，哎，主要也不叫王长宝，对，是我，我们老吃那个全猪宴，哎是，哎老吃这个，遗传人，哎王长宝也去不成，是这个，后来我琢磨怎么老冷落老先生啊，合适，不对，哎这个人讲礼为先，树讲枝也没缘，好话，中华民族孝子当先，嗯，那是我师傅，对呀、那是我亲生的师傅，哎。谁是谁亲生的？这说那意思，那是我师傅，哎，亲师傅，嗯，那能老冷落着人家吗？不合适，是吧？得了，组织一圈吧。好，上外头玩去，啊，去十渡，十渡，好，就像秋天的时候的事，对呀，好吃，就是秋老虎啊，冬天秋老虎还挺厉害，哎呦，北京这秋老虎还挺热，嗯，赶上那天说走秋游，吃十渡玩去吧，玩去，走了，嗯，嘿，到十渡，嗯，王先生，王长宝啊。没出去玩过，这么贫、啊，长这么大，除了上鼓楼说相声来，这是他人生坐标里边最北了，就没出过门。太亏了吧这个？哎，就是跟牛街那儿住着。哎呦啊，就这人生两点一线的人，这种人生，哎呀，特别规矩，一辈子就干这么一件事。哎呦，你说这还没干成是吧？就咱说这意思吧，就是出去玩他没出去过，哎呀，更没说穿过什么出去玩的那个旅游鞋啊，没有，用不上，他就是这个，哎，这个我们叫老头鞋，对，啥鞋？哎，这个布鞋，嗯，懒汉鞋，一提了一个，全是这，都是这。他平时那样，我们就上台穿，下台没人穿这个，就是不跟脚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是平时干嘛去也是这个，哎，不管去哪儿骑着自行车弹膜也是，拿、这个。蹬着那都没出过北二环，出去，嗯，好像这回是出去玩去了啊，特意的啊，嗯，奔大商场干嘛呀？奔买了双运动鞋，哎呦可难得，哎，去这商场太大了，哎呦，叫什么来着？天意，嘿，发专柜那买去了，还有专柜，闻着味儿就去了，就是胶皮味儿最重的那个。到那儿以后买那鞋，那鞋叫阿迪呀、啊，喂，阿迪，阿迪王啊，我见新疆出的，嘿，买那鞋，买完穿上以后，嘿，这鞋那么跟脚啊，是吧？怎么那么舒服啊？是啊，啊，穿过，但是说没穿过，尤其出去吧，山路又陡，是啊，他老头平时走路四方步，哇，趟着奔前走，一般一走路一趟就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，带着料呢是吧？稀里哗啦的。就说这嘴里嚼着葡萄皮了吗？哎呦，好好好，哎，哎，就穿这，这不会走道了，哎，不像话，他走了，是啊，这我先迈左脚啊，还是先迈右脚啊？这都忘了，我是，得了，我先迈这个右手吧。哟，这看，走不会走路了，哎、是、啊、没穿。抬得倍儿高，哎呀，那真是，嗯，乍穿新鞋，高抬脚，高抬脚，好家伙，走的又慢，嗯，完了上山没事儿，是啊，下山要了命，哎呦，下山你这上山你上高抬脚你踩不上去啊，是啊，下山你高抬脚你就摔着了，够不着，那你说王长宝那个岁数的人，哎呦，他能不摔着吗？对不对？但他要这么一抬脚，一个没摁住，这脚就下去了。哎呀，这脚一下不要紧，嗯，下意识这脚又抬起来了，不就往下这么一踩，嗯，这脚左脚踩右脚面。好、你要听过评书知道啊，评书里就是轻功啊，这轻功低云梦啊，哎呦，左脚踩右脚面，这人低了要上房，您这都这么说，是啊，现实中不行啊，哎呦，王长宝又是回民，从小练的回民跤啊，又还回民跤，左脚一踩右脚面，就看王长宝抽啪，哎呀，就来一个这个牛吃屎啊，干嘛非得牛吃屎？人家回民，哎呦。摔牛吃屎，哎呦，好家伙，就摔在那儿了，摔在那儿是摔在那儿啊、嗯！这会儿任老奸马老华就看出来，怎么着？王先生啊、嗯，心里起了小盘算了，什么小盘算呀？当着这么些个小了点的孩子，哎，让看出来我不会走道，哎，给自己办一个牛吃屎，哎，这怎么说那么别扭？
我摔在这儿了。嗯，我这玩意儿我是原装的现代小汽车，不是我寒产呢，我这寒产了这个。哎呀，我怎么，我干脆吧？哎，怎么着？我不起来了，不起了。秋老虎，太阳那么大啊！我这么大岁数了，哎，又高血压，又心脏病，又糖尿病，又冠心病。哎呦，怎么不许我中暑啊？哎呦，啊、中暑是不是？是啊，得了啊，爷们儿，我中暑了，光中暑。哎，我不是自己踩着自己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晕了。哎呦啊，趴在这儿，哎。别光说我是这，他们不能笑话我。哎，还得找一力气大的给我背下去。哎呦嘿，真鸡贼啊！哎，我还下山还不用走道儿呢，一石二鸟，走道累点没关系，就是新鞋别给走坏了。你看看，还接着干啊？嗯，就是那主意了，来吧。别看说把鼻子都磕破了、啊，哎呦呵呵，还是嘴角露着微笑。哎呦，没革命志是吗？就是跟那王二小似的，是不是？王二小那歌不是那么唱的、啊？什么？敌人把二小吊在墙间啊，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。哎呦，他的脸上含着微笑，好、哦，他的血染红蓝蓝的天。是这么唱吗？王二老的。哎。我们这可乐、嗯、尤其这歌那咱是说题外、哎、一会儿说嘛，说这歌、哎、这歌太可乐了，我琢磨你说都给摔死大石头上面了，嗯，嘴角还能含着微笑，他摔的是哪儿，对吧，他摔的是哪儿、嗯、一般说摔死的一般磕脑袋，对啊，磕脑袋怎么还能笑呢、嗯、怎么也不可能笑得出来。哦，这只有两种可能性，怎么呢？一个是表现我们十三岁的这个革命抗日的这个小英雄，这小英雄啊、嗯、他是乐观主义，哎，对，是、啊、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，那所以可能嘴角含着微笑这句词儿 啊唱的不是王二小，说的是唱的是摔他那鬼子。你能胡说吗？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，他的脸上含着微笑。哦，哥，我这就是这道理。你有日本血统吗？那么多，我咱抗日英雄。不是你琢磨他这词儿写的是有意思，就是我们后来老说这，尤其见见党委也见过大业，里包袱多了，没有时间给大家讲。哎，今天今天不能说，不带不讲意思，有意思有意思极了。尤其那个咱就是说这个建国大业里毛主席上房了，这就暴露了，不能瞎说，不能瞎说。哎，这可能咱接着说吧，王三宝的。哎呦，这王二就跟那个王二小一样啊，趴地上嘴角含着微笑。说是你吧，在这看心里这个美呀，美啊，就是我们跟旁边看着，我们能微笑吗？我们都捂着肚子快坐地下了，什么人啊，还不坐呢，这太可乐了。我们都认为是自己办就自己办，是啊，还我们乐了30多分钟啊。哎呦，他怎么不起来啊？哎，这不对呀、啊、是啊，按说是啊，是这要是摔着了起来就完了，对呀、啊、咱们都乐得不行，小鸡都扑噜下去了、哎、乐这个吗？怎么还不起来呀、啊、是、啊、哎呦喂啊，甭问啊，老先生中暑了。哎呦，我这么一说，嗯，王长宝跟那儿都抖上肩膀了啊，半小时才中计还乐呢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中暑了不要紧啊，啊，都抽搐了，哎，太过了，赶紧给救救吧，赶紧想办法，让救救他吧，来吧，一指那个张处，张处个儿大，哎，对，就壮，坐吧、嗯，给老先生背着去，哎，不，不。不是，你说你这个就你个儿大，就是那么大个儿，你不背谁背呀、啊？嗯，谋其有时不背呀、啊！哎，包公都上身了，有时不背、啊。哎，我说那你怎么办吧？啊，你公众联名，名警高悬，是吧？你琢磨，那你给救下来也行。行、啊，我试试吧。哎呦妈，这会儿啊，包公就下身了。又啊，哎，李逵就上身了。又啊。李逵仗义之士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大英雄啊，梁山泊呀、啊，哎，对，对不对？这救人的事就李逵来呀、啊，就来吧。哎，李逵一上身过来救王长宝，哎，把王长宝正面翻过来，看、哎、王长宝，啊、嗯，
我乐了，好像这边没看见是吧？哎，是这样。舞台艺术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先是晃悠。哎，对对对，王先生您醒醒，王先生您醒醒，王先生您醒醒啊！哎呀，王先生，就是不理他，死扛不了，心里话说，哎，孙子，背着我下去吧，哎。这玩意儿你说晃悠不起来呀、啊？这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干脆啊，掐人中吧。哎，这也是办法。一般人晕了掐人中啊，哎，管用。各位，您知道为什么人晕了掐人中吗？啊，因为疼啊。哎，这看，有的是地儿比那儿疼，是吧？人一般没了知觉之后，掐一般的地儿，他疼都感觉不到了。哦，就得掐这最疼的地儿。不信您自己先试试。行行行行。你看你就是这句话说完，我看着一堆人摸着，手就上交点儿，一下手就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掐人中，掐人中，张硕这大手又是没上身啊，又是这四个手指头，嗯，就跟那个小胡萝卜似的，好家伙，就上这大拇哥，嗯，跟那羊角锤子似的，好家伙，这四个手指一都往他们耳下巴颏咔嚓就给啃住了。大拇哥问这人中的一问，王先生，您醒醒啊！就这下怎么着？看王康板真不含糊。是啊，眼泪儿。算上疼是真疼、哎、呀！是啊。有心不装了，想张嘴求饶不行、啊、上底下一嘴上嘴印嘴都张不开、啊、你这鬼子还狠呢，好家伙，我们旁边看着我们也着急啊，哎呀，这么怎么摁不紧了、啊、是啊，你再使点劲儿啊、哎、王先生，哎呀，您醒醒醒醒啊，还不如那王二小呢，这醒不急，哎，门牙就给摁下去了，什么呀，我的个天哪，各位你有拔过牙的您知道吗，打着麻药都额疼额疼的，不是吗，这玩意儿没有麻药他也没真晕呢，就这一下我跟你说，这会儿就配合人要不是吃牛羊肉长大的时候就扛不住了，有个狠劲啊，好家伙的，他一手就都伸王老板嘴里了，牙都下去了，写个念这么豁着呀，好家伙的，这手就算松开了，真不容易。松开之后，王连宝心里这攥着那拳头，啪叽的就松开了。哎呦，心说我这会儿够着啊，我更寒碜了。哎呦，已经掉了颗牙了。哎、啊，这会儿我要是睁了眼，哎、我再自己溜达下去。哎叫上劲了，我说接着摁就是不行，好家伙，你这摁你说这怎么办呢，怎么办就是平躺着，哎呀呀，王长宝这会儿有一心理，还有心理，他知道准得再摁他人中啊，怎么着，就做好了这个摁人中的准备了，是啊，但是呢他不知道张硕跟我们一块商量主意去，哎呦吧，一块商量主意说这摁人中行不了，这怎么办，商量主意去，是啊，王长宝不知道啊，这一商量这二十分钟，哎呦，这二十分钟王长宝过去，哎呦，心里那个提心吊胆就别提了，度日如年，好家伙的，旁边跳一花子姐这一身的哆嗦，哎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摁他呀，什么心法，这是这个多可怕呀，您说吧，心里有鬼，好家伙，我们那商量半天张硕回来了、啊、一听脚声音王长宝知道了，哎，又过来摁我来了，是啊，得了，气沉丹田，把全身的内功都运在这人中这儿，哎呀，就抵抗你那一样的，就是他，谁知道啊，张硕心黑手狠啊，一看这个晃悠不行，看人中不行，那真是一计不成又伤一计啊，伸开这大手啪、啊、
二十分钟商量这么一缺德主意，二十分钟往大嘴巴抽啊！你琢磨这有科学道理？有什么科学？一般人你说光疼不行了，你这个大嘴巴虽然它也疼啊，同时它还响呢啊，睡响。哎呦！闹钟时那会儿北京不禁放烟花爆竹的时候啊，晚上睡得多香，一二踢脚就醒了。是啊，你想这主意了，哎，你当初抽这嘴巴，哎呀，手啊稍微这么固执一点，还固执，中间弄一小空间，这个手打在脸上，速度快，空气急剧压缩，里头一小爆炸，砰就一下，哎呀，反就这嘴巴撂的，脸成大炮了。说这个。这叫 slap 呀、啊，英语这叫 slap 呀、啊，这个日本话这叫 bindo， 北京话是打逼斗。什么北京话？当初这手掏着王小宝脖领子，哎呀，这手这打逼斗就凉开了。哎呀，宪兵队的队。抄的人王长板门刻了摇头丸似的，好家伙，用过去了这个。哎呀，您有过去上过老猫扑的知道，就叫八七四。这孔亮了，好家伙，就这孔亮。嗯，王长板都别说张嘴求饶，不敢张嘴说话。一张嘴，这手指头划过来，能把舌头咬着啊。哎呀。好家伙，得咬着牙挺着吧，啪啪啪！哎呦，这个眼泪都不转了，鼻涕都抹了，张过来一甩呀，涕泪横流，眼睛充血。刚才掉一个门牙，这么一天一嘴牙全没了，这辈子不来十度。哎呀！四十多分钟，喂，还是张硕的小伙子体格真不错，老头儿烧的来，哎，就赞同他，哎，体格真好，哎，赞同。抽的什么时候不抽了？不抽了。太阳这么一落山，天一黑，这就兜不上劲儿了。哎呀，手一过从脸这就穿过去了，啊，都打穿了。这大家说黑呀，哎呦，看看，反应忒慢了，别逗人了，他还乐刚才养狗那个，没看录像呢，啊，就这么抽啊，我的个天爷，这王长板，真晕了，废话，抽的算他劲儿小。我这是没抽啊，要不徒儿吃牛肉长大的，别提那牛肉，绝对藏不住。哎呀，这是王长板王先生。哎呦，好家伙，再说这个陈硕就更有意思了。等会儿，今天咱们连返场就一块说了，咱就不返，直接说到六点半，您看成吗，各位？哎，这好吧，您直接连返场说了就返到我这儿。哎，这个什么？哦，花篮没念是吧？一会儿让他补念。太忘不了啊，这个。这是王长板先生。嗯，往后的后来好玩事多了去了。不是，好玩事就是徐翔。哎，好，徐翔马过去了。徐翔，您是最后一位，您得谈底啊，是吧？我点什么罪过呢？您得谈底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就说这个徐翔有意思。徐翔那个是。按自己住一独门独院，哎呦呵，为什么？条件好。因为说有两个最大的说是毛病啊，什么毛病？什么毛病呢？啊，头一样啊，头一样他是随地大小便。哎呀，随地大小便，你大岁了，您听明白了啊？不光小便，大小便。哎，听明白了。啊，这甭管跟哪儿啊，一来了感觉啊，一撩这大罐儿，谁也看不见啊，跟地下一蹲，一寸裤子就来。哎呦，好，我是得要一院。我他得说你这是你这不对呀，你不是不文明，你这真的很不文明，就是很庸俗，哎，很低俗，嗯，很媚俗，垃圾三俗了。好家伙，
你这怎么回事？你甭管，嗯，我这个，我这叫吸天地之灵气，求日月之精华，蹲那儿接地气呢。你还真有的说，哎，是啊，得了，不说你了吧，啊，好，还一毛病，还是毛病，从来的啊，啊，不穿这个，这个，嗯，说文言啊，啊，什么叫 underwear 内裤是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我穿，哎，说句糙话吧，哎，是，就叫裤衩，哎，是，从来就不穿裤衩，哎，随大小不方便，哎，这个。穿上裤衩影响的裤衩，对，一猜就是这个。所以后来我就说徐强，嗯，你这个大小便那事儿，你有说啊？不跟你矫情了。嗯，这裤衩啊，哎，多少的你穿上点儿，好吗？哎啊，凭什么呀？混蛋嘛！哎，这地儿那么利落，你还有什么好处吗？嗯。裤衩有什么好？我也不知道，打小就让穿的，翘着呢，练足成的。什么好处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。嗯。有什么好处呢？嗯。这么说吧，啊，这么说吧，嗯，你起码呀，哦，起码是干净，哎，对，起码是卫生，这对不对？真的吗？他不还蒙你干嘛呀？哎，行吧，有时间我试试。别，还往后喝了，就反正我们去十渡那天。哎呀，头一回啊，这人到底数啊。哎呦，哈哈，这大傻逼。去十渡那天，嗯，反正我们坐那大巴车去。哎，大巴车，大巴车，嗯，坐一大巴，嗯，奔十渡去。后来好几十人呢。是，去。到那之后啊，嗯，这沿路都是那个盘山路，哎，对，盘山路啊，都那个盘山路，哎，好家伙，那司机开的又快，是，滋咣滋咣，就这个一路的甩尾啊，哎呀哈，就这个一路的这刷刷漂移就过去了，好，这修名山嘛，这是，漂移呢，哎。啊，这大傻弯的都！哎呀，你琢磨，你要一般你弄个八六是吧？哎，你不是八六，你就弄幺幺破漂移，那怎么漂啊？对，大巴车呀，那是。好家伙，我就跟您说，坐在窗户旁边的位置，感觉你说坐得上，谁还去欢乐谷啊？对吧？太给劲了！妈说：“哎呦，太好玩了！”嗯，徐强坐我旁边，好家伙，好，这么两晃三晃，嗯，捅我，嗯，自荐。干嘛？有事说，别捅我。我今天穿裤衩了。你嚷嚷什么？你嚷嚷？你跟我喊这干嘛呀？你先让人听见，真是真误会。挺好，穿着吧。哎，是，穿着了。哎，接着呜呜奔前开。哎，那个到时候叫你司机。嗯，司机师傅。师傅，司机干嘛呀？悟空，别闹，师傅，我要上洗手间呢。这山上没有洗手间呢。对呀、啊，不是有树林吗？哎，我就树林就行，树林就行，好吧？找一路边，咔一停，一摁那门，嗯，看。门就算开了，哎，去噔噔噔噔噔跑下去，到了树后，一扭身一蹲下了，他们就说解决问题。哎呦，过了那么三分钟五分钟，嗯，大不拉样系着裤子，哎，踢着牙，上完厕所踢牙了，好干净啊！这是好干净，好干净啊！扛个咸蛋儿嘛。回去车上来，嗯，车上往我身边这么一坐，嗯，车接着奔前开，哎，开来之后过来了，徐强又捅我，嗯，自荐，哎呀，干嘛有话说？是，他说别老捅咕我，嗯，师傅，我就问问你啊，嗯，你说我呀，嗯，就我这个人，嗯，我这个人是不是天生就不是能穿裤衩的命啊？这他妈是人话吗？你听不懂啊，你什么意思吧？我说你不知道，这个就是我穿上裤衩之后，你看这也大半天了 啊我这个屁股里头啊，嗯，热，快点，
那不是兜着点挺好的吗？啊，我放着它还粘啊。我说你管他那，起码你还落一卫生啊。就是的，落干净了。啊，这干净是真干净啊。是吧？都不知道刚才我去术后的拉完屎之后啊，地心什么都没有。是王不见神说两句话啥？五行之中是王不见神说五句话啥？谢天先生送王子健神说八十花篮，小不着调的宁国送王子健神说两只花篮，加拿大丁先生送王子健神说五十花篮，宁丹丹送全体五花篮，刘亚红军送全体五花篮，暗影猫送马奇两只花篮，贝尔迪和小总送马奇先生两只花篮。班长接话呢？谢谢慢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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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